食天地，你我他。欢迎收看《咱美食天地》哦。那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点背时阵，大礼拜拢在期待着讲咱的什么新菜上档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讲不是甲恁期待，我大礼拜吼，嘛在期待咱新菜，当和咱观众朋友会当呢用到这个呢料理来交流哈。啊，过来呢，一个月拢爱和咱的这个龙虾配合一摆，嘿，对不对？来分享、啊，来分享我们的料理。今日吼，我来讲这道菜吼。应该是咱厝的电视机的小孩子，我觉得应该是蛮喜欢的。高贵不贵啦，阿妈是很贵啊。不贵吗？虾很贵耶。可是这番吼，这煎杀迄个感觉啊，算高贵不贵啊？这样吗？嗯。到底什么样的高贵不贵？你今天要做什么料理的菜？叫菜一下。煎杀薯条虾球。你囡仔会介意？我蛮就介意，我蛮爱食虾球的哈、啊。煎杀。薯条虾球，好，那怎么来做呢？来，老师来。咱即马有准备材料，超黑林啊，超黑它大粒，哎，加大点。对啊，你等下跟我开。开头可以爱食，开爱食 ，OK， 好来。啊，这个薯条。然后最主要这个咸蛋仁。咸蛋仁哦，老师你是想要做哈？咸蛋仁吼，咱即卖有甲吹好色啊？袂变的吼、喔？无啦，青啦。啊，无咧啦。啊，青我甲吹好色。哈。机关秘密伫遮。安尼哦。哦，你啊去外口点迄个什么咸蛋苦瓜啦，啥物？结果因做话拢是错误。真的吗？啊，错误呢，因拢是甲咸蛋吼，啊，落甲饲哦炒。对啊，饲。阿哥，你啊想讲是咸蛋炒苦瓜，那是错误的啊。真的吗？嗯，伊吹无色吼，伊无迄个冒泡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食起袂爽。真的啦，蛋七块，技术一只。好，阿金妈，你需要我给你倒在上面。来油，油有啊，有啊哈。嗯，等下你这重要任务给你。好，要进薯条对吧？你的技术，看我看重要拢给你。这拢有啊。简单给我。安尼哟，啊这、我先进薯条就好吗？薯条先进。我先薯条来了哈、OK。啊，金妈姐哈，那个调一下油炸粉，那酥炸粉。酥炸。哦，蓝油哦，安尼伊吼，较袂。老师，我用蓝水呢。唔免啦，这個、水内底有啊。真的吗？嗯、我拢嘛蓝水。无啦，咱这个蓝嘛呢。油温吼爱较悬。嗯。油温较爱较悬。油温要高一点。哦，咱要甲煎好顶。老师，你拢加油，你还敢有加水？点点啊水哈，一点点的水。你看这样、喔，就是爱像安尼。真正呢。啊，你即马这重点一只。啊，你也要等于做起来，讲无你的料理，你做起来那些简单啊，加遐好食。对啊。啊，就是。所以讲吼，你看这节目，这个技术，真高。咱每项菜拢有一个技术的嘞吼。嗯。我感觉讲哦，啊，简单做啊，佫有一个技术安尼。简单做物件，佫会好食，这个叫功夫啦，对吧？对。一切拢伫我操作的外。你欢喜心啊，甲钱钱的水，擦来好食。阿尼，老师阿尼会使啊袂？哎啦，一旦嘞，另一色底个会变。对，安尼我先甲勾起来，好不好？嗯，咱等嘞，刚才你会感觉嗯，真神奇。啊，即马接着看你啊，温度爱悬。温度爱真悬。来，咱测。但爱摕一块看会走无？哦，咱测温度哈。测温度。哇，这还袂。还袂好。啊，会走的，会走较会好啊，对吧？啊！但是你这量济喔，你变成爱滚做两盖。好，哦，你看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一个月。好，这爱做细里，老师讲一切先摆伫我的手头，我爱非常非常细里来保护跩虾啊。哦，啊虾啊，因为买了大只佮水，啊你单甲发一个虾，啊你买细只倒啊。对，所以爱较紧的动作，较紧的哈。这爱。这要煎好丁，才有扒的起哩。对，这扒得上吼。嗯，哎，足水。来，今麦哪讲老师你那边遐哪做？对啊，来，
有老师，你还两人坐捏无？系啊，因为咱量济啊，因为咱一盘食一盘。所以胆固醇足悬哦。袂啊，这种食开就是咧食，无逐工食啦。无逐工食，无要紧啦吼。看咱即摆咧甲落落来，哇，你看。哦，蒜头味香哦。哦，你那边在花泡呢？有花无？啊，你若无甲吹过，你泡好我看。安尼吗？嘿，你都泡袂起来啊。有影吗？真诶啦，这能变化就一只啦，它的变化无。像讲咱正常驾一个巴士，你会记无？有，会记咧。伊会变化。这火敢卖伤大？我大我紧啊，这安那大嘛是安尼尔。安尼。那就好你，你看，如果完，如果我，伊完阿哥好你，啊我来，如果我处理下。哦。我遵。来。遵求你的交代吼，咱个在花炮啊，烟灰啊，烟灰啊。那个移到这边。再发炮了，再发炮了！你看，伊原嘛是爱有你，啊你两下无甲吹过会起来，未起来呢？啊你看有水无？水水。等下你甲食迄个，啊娘喂！这是啥物真形啊？对。今麦甲这个砍斩，这个砍斩。就要甲迄个倒位咯。对，啊火甲关火。好，直接就甲倒位，娘娘，较紧的火进火。啊免较紧啊，看看来，无咧关。较紧的。嘿，无咧关，来啊哦！你用我做惊，迄哥哥温度足悬，来扒着你。哦，赶紧，紧加我回笼尔。好，哎，再卡起来。好，卡起来你。卡起来，卡起来。卡个只。卡起来晓。哎，哦，你看我水。啊，你好喂。哎呦，袂记调节，哎，调节吼，小强调调节尔。嗯。这有金刷无？刷啦，刷妹妹。你咧拉就知影。这敢那带入去了有无？非洲无？你哪里有知影刷妹妹啊？刷妹妹啊！今日我要牙刷哦。哦。啊无你看，你若无安尼，你迄会像金刷。哦，夭寿哦！今日咱这金刷，哎，真正刷妹妹呢。啊，你等下你个食。有影吼，南溪，啊好，你卖去看，安尼就好啊，甲食就好啊。因为我要试食吼，啊，咱的观众朋友，你等改试看嘛，遐来试试看，真的很好吃哦，吼。用一种黑素菜粉就很简单了啊、哦。我们下次的美食天地期待再相会了，谢谢我们阿油仔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